昨天，我想过要去死，可是我不能去死，因为在这个世上还有我放不下的人。这次第一时间跑到这里来，就是想跟你说，是我不对。这次老天眷顾我，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 以后的日子，我要好好照顾你。哎，不是，到底怎么了，林二狗？早说！哎，对，不是，怎么了？等会儿。 他是你呀！我是谁啊？这要跟他握手，那不得洗3天？可不是吗？你看那个妞，长得跟我四舅母似的。 练练啊！哎，练练啊！这帮脑残粉，天天的追着你不嫌累啊！管好你这张嘴，下次董事会再逼你辞职。 我可保不住你。Sam 35岁，天团经纪人，业务能力极差，花花场，奈何有贼心没贼胆。嗯，练练啊！还有你们仨，别一天天的跟我嘚瑟啊！你，T，23岁。 天团门面，颜值担当，俘获万千少女心。说你呢，听见没有？还有你，别再拿钱去赌了。T， 23岁，天团主唱，号称拥有百万修音师，外号向前看。知道了。看看看看，你们两个，没个让姐省心。 你以为你那点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？B 22岁，天团舞担，跳舞全靠浪，外强中干，男儿身，女人心。难怪某些人嫁不出去。造反啊！就是，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了。不用你嘴好，咱俩的事儿我慢慢给你算啊。 咱俩什么事儿啊？要么醉死。新手65岁，绝症倒计时期，外号催花禽兽。要么臭死。要么。 吊死！王岑63岁，绝症混吃等死型，外号暴力狂，能用拳头解决的绝不动嘴。这么短怎么行啊？大爷，我去买的时候人家只剩这么长，你量一下吧。打脸倒也不够强吧？吕良辰，66岁，绝症不想死期，孙女控最想得到孙女原谅。我不想死。 就算要死，我也想最后见我孙女一面。哎呀，他要是想来的话，他早就来了。钱不少，64岁，绝症想死不敢死期，外号草履虫，价值观是只进不出的单细胞动物。
你呀、啊，死了那份心吧你。别做梦了，真的，你别想了。他是为你着想。啊，就是嘛，我们两个帮你。用我的办法。张明，你们继续。医生，救命！医生，你快救命！快点呀！你们这是要想他死？不，我帮助他。对对对，他们相信他，谁不让我一个人见血？不，千万别乱说啊！哦，那你们想死？哎。不、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说，你说吧。没有，明白了，你们是想死又不敢死是吧？那就好说了啊。碰到我呀，真是你们的缘分。我刚研制出一种药，耗尽我毕生心血研制出的青春之泪，它能够让人。重返青春，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。啊，怎么样？谁先来啊？不相信我？好，不，医生，你说重返青春多少岁？20岁。你凭什么帮我们啊？还是不相信我？说话了好不好？他这种人是天生的单细胞，大脑缺根筋。对，缺根筋，缺根筋。你给我一个理由吧。呜呼哀哉！芸芸众生，偌大一个世界，为什么今日我们五人得以相见？只赖缘分二字。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实话告诉你们，这款药还没有经过测试，安全性、稳定性无法得以保证。但是，说点难听的，你们都马上白白的人了，只有这款药，才是你们唯一的希望啊！怎么样，敢不敢试？你往哪里跑？东西呢？应该在他身上。小二，哥给你算，咱现在欠人多少钱？是你。啊，我。咱现在要还人家呢。是你。行，我，那开始3万，现在变成100万。这都啥账啊？3万就变100万了，是不是？你说这帮人孙不孙的？说话呀！我抽着呢。有目标了，等我们把这个追梦幔绑了，就有钱了。10天。老大，目标出门了。滚！哥，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，就干死你了。
行，去。其实吧，欠债还钱也是有道理的。哎呦哎呦，哪来的枪啊？假的。哦，假的呀、啊。做的还挺像。比我还年轻啊！王晨，禽兽，再也不用担心死了。把我这破车给换了，钱不少。王森、禽兽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呀，现在就一个愿望，这三个老货最好一块儿死。我明天。张敏，张敏，这个时候有一丝跑丢，快走！走走走走，快走！快点。成了病友，幸亏我在病房门口看见，这要是进去了三房以后，遗产啊一分都别想要。
老大，云跑了。别动。安老大，收，开车。老大。 收起来！出去！出去！出车祸了！来，哥，天团！是！那还等啥追呀？ 现在这个样子，儿能信你啊？看看，卓浩，我们催化了，把他也不信。你儿子开这么大一酒店，你现在创业病号服过来找人家要钱就算了，还让人管你叫爸，丫我抽你啊！啊，他本来他就是我儿子，什么本来？你现在这什么样子？我说你什么？行了，这么多人呢！军曼，你又来！啊！ 追上来没？不行了，跑不动了。你们几个倒是变年轻了，我比你们老，我可跑不动了。以前我混社会的时候，那都是撵着别人。自从这医院出来，那被人撵了一路。走吧。别过！谁呀？都不长眼。
会开车。不是怎么开的呀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啥？怎么了，宝贝儿？就你呢？看我干嘛呀？我不认识。别闹了，跟我回去吧。哎 不是，拦着呀！哎，你干啥？今天真是邪门了啊！你真当你大爷不是大爷是吧？你大爷！以前不是混的吗？打，老王打我朋友是吧？站那别动，站那别动啊！信不信我家抽你我这暴脾气？老七，老李，你得帮我呀！我真不认识他。看我的。怎么了，宝贝？哎，老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别闹了！哎，小伙子，你真认错人了！老李，老李，咱俩没完啊！这就这么走了？人家都叫宝贝了，能不让走吗？就刚才那货，我一个手就给他办了。别再跟我说你是混社会的。我，哎，上哪儿去啊？找我孙女。你又回来，走。不一起去？去个屁去！晶晶，晶晶，吵什么吵啊？几点了？你不睡，别人不睡啊？有病吧你！穿这身坐这儿，吓死我了！静木啊，我是你当时挺会装可怜的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来认错啊？嗯。你还知道自己的问题啊？你早干嘛了？其实这么多年，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说说话，可是话到嘴边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出口。我知道你一直生我的气，后来我想了想，就是因为我太要面子，认死理儿。昨天我想过要去死，可是我不能去死，因为在这个世上还有我放不下的人。这次第一时间跑到这里来，就是想跟你说，是我不对。
上天眷顾我，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以后的日子，我要好好照顾你。我知道了，我就知道。 你上次跟我求婚了，可是人家还没有答应呢。想让我叫你老公啊？行，老公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急事儿。我也有急事儿。你干嘛？干嘛？ 跟我玩变装啊！今天挺着急啊，枣都洗好了，还想玩是不是？啊！老娘不想玩了！老大，那个项链被一个叫张敏的女人拿走了，给我拿回来。是。 想当年，还喝咖啡呢，啊？昨天就看着我被绑，不知道帮一下呀？你们知道我昨天晚上我……那你就不能反抗一下？哎呀，反抗他妈什么反抗啊？咱好不容易变年轻一回，这也算是一种不同感受。什么感受？我兄弟都这样了。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吧？哎，我们这良心痛不痛不重要，你哪儿痛啊就不知道了。昨天晚上想必是翻江倒海呀，酣畅淋漓呀。哎，一个男人的对你怎么着啊？开个玩笑。哎，说点正事儿啊，你看看。 真像哎，老吕啊，这和你长得像的这一位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个叫Sam，是你们的经纪人，也是静静的男朋友。问题是，我孙女现在把我当着她的男朋友。可以啊，老吕。可以什么呀？我现在正愁着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这老天爷让咱们重活一次，那是对咱们的恩赐呀。 咱们该说说咱们的事儿了吧？你们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等会儿，你们大晚上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当然是解决绿帽子问题了。那我的问题呢？ 在这种问题面前，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。不是，哎，我们三兄弟啊，可以玩同一个女人，但同一个女人玩我们三兄弟，不行。
有点绕，但意思对。走啊！哎，等会儿，那我干嘛呀？候着。弄他，什么都没有。干嘛呢？这是？你干嘛把人家绑成这个样子呀？你还抢人家东西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这能叫抢吗？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。哎，我钱不少，这辈子从来不乱花冤枉钱。这一分钱不值钱。啊？那又是谁跟我说他只要爱不要钱来着？他要我的爱，我拿他的钱，这叫礼尚往来，没错。就这臭娘们啊，玩弄我们仨的感情于股掌之间，用这个极其阴恶的手段啊，骗取我们的感情。哎，罪不可恕。就是你说这要不整治一下子啊，那我以后我怎么混呢？我说钱少，你现在不是已经有男人了吗？我说老吕啊，你再挤兑我，我睡你孙女去。你敢？干嘛呀？我违法了？收拾东西。哎呀，走吧，老吕。去哪儿呀？去过咱们年轻人的生活。哎，这怎么办啊？哎，甭管了，甭管了。哎呀，走。你这项链挺漂亮的。哎，就当精神损失费了啊。来，我是老吕。养个宝。怎么了呀？我一直挂着我孙女呢。
帮我叫个车。没劲。走吧。你干什么呢？我接个顺风车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？那不挣俩钱吗？不就你接个顺，咱现在欠人100万。那100万是你欠的，那我也得挣点油钱呢。不是，挣你那点破钱，你现在够干啥？够干啥？那好了好了，我不接了，不接了，不接了。怎么带着出来这是？你这破车呀？是这个。哎。这不天团吗？啊？怎么自己上车了？生命的火，我他妈让你把窗户摇起来！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喂。喂，是这样啊，人现在在我手里，200万，钱到，人走。报警，撕票。撕吧。老大，东西没拿到，不过人死了。我只关心项链在哪儿。老大，听张敏说，项链是被什么？哦，追梦曼给拿走了。还奥特曼呢？说人话。就是他们。咱要不要现在就把他们抓了？你以为街上的阿猫阿狗啊？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快进来！于女孩子，你喝什么酒啊？晴晴，要是遇到了什么委屈，给爷说，跟我说。对。你们一个个都是爷，就我是孙子。全组上百号人，等了你们一晚上。你们知道我在现场被人骂成什么样子吗？你们知道为了争取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吗？剧组，人家剧组跟你们解约了，你们怎么玩都行。嗨。啥？你说咱们打那么多电话了，他怎么就是不接呢？他可能拿你当骗子了吧？骗子？我们像骗子吗？干嘛还像不像啊？我们本来就是嘛。不对，咱们是劫匪。我像劫匪吗？像不像？不都被你给绑了？像吗？关键是，他像。完美。是像啊，还是不像啊？像了，跟你们说点正事儿。
现在那晶晶已经把你们三个当成他的艺人，把我呢当成了 Sam。 我本来想解释呢，可是呢还是解释不清楚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如我们假扮成片团，也算是替我这老哥们儿为我孙妞分担点压力。哎，不是不是，等等等，就退一万步讲啊，咱假扮成天团，那真天团去哪儿了？真天团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来了。总之，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我们必须把戏演下去。干不了，这什么呀？啊，我一操老爷们儿让我装娘炮，我们在医院养老都习惯了，忽然让我们帮别人干活，干不了，干不了。好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他们的片酬可不低啊。放心，赚的每一分钱都会进你们的口袋。啥时候开机啊？太没原则了。还有王翠，你顶替那个人物，可接了不少动作戏，可以演你的武侠。多少部？我说老王，你就是个……还有啊，和你们演对手戏的，个都是顶级的美女。都谁呀？不是跟我讲原则？哎呀，来吧！不讲原则。这……啊，好。既然不讲原则了，限你们一天之内必须熟悉这些资料。放心。去去去去去。先拍了个天龙八部，啊，金马少不了。到时候给我跳舞，给你扶张椅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化妆了。嗯，到时候扶张椅子，没事，来来去。这么多年来，他怎么对我们的？香啊！哎，真不要，你忙着去啊。对不起啊，你是我永远的力量。哇，嗨，我刚才演的真棒啊。好点了吗？嗨，再来胜利镜头，耶，加油。哥，我想尿尿。尿裤子人。喂。喂，吕总。啊，哎，你先别挂，我们讲讲道理。说说说，快说。是这样啊，鄙人呢，一直从事绑架行业数十年，诚信可靠，绝不撕票。现在骗子都这么猖狂了？不是，吕总，大家都是生意人，能不能互相尊重一下？谁跟你俩生意人？神经病吧！别再打了啊。说什么了？又给我挂了！咦，挂我电话！哎，你他妈挂我电话！挂我电话！哥，哥，我看啊，这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亲一手指头下去，给他送过去，他马上就怂了。对呀，来，别，别。就你吧，怎么都那么谦让呢？到底剁谁？你们自己选一个。到底是做大哥的有觉悟，就剁你了。来，哎，大哥，做什么事都讲这个江湖道义。你刚才电话里也说了，要讲究诚信，电话打不通，咱可以再打，还不至于到剁手指头的程度啊。那么多废话呢？阿强，就剁他去。
你来，你是大哥，你来。我这是给你一机会。不，哥，这你欠人钱，我帮忙了，我犯不上。你再来。你说你怎么那么死？哎呦，我胆小，见血我晕，我看不了，你看不了，你快。大哥，过来！大哥，我听我说，大哥，听我说。你说啥？我看出来了，两位都是为了点钱，咱们无冤无仇。如果你把我手指头剁了，那可就是刑事责任；要是严重了，那是要被枪毙的。我可是为了两位好啊。电视里好像是这么说的。难得能有机会，我们两个人单独坐在一起，跟我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吧。你以前从来不关心我家里的事儿的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父母就去世了，后来我被送到了爷爷那里。可是你知道的，老人家嘛，总是会有一些很传统的想法。传统？他告诉我，你只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嫁一个好人家，做一个家庭主妇就可以了。可能在他眼里，这就是最好的生活。可我不是这么想的。所以，我就对自己说，男人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也能做到。很多时候，不管我再苦、再累，我都一定会咬牙挺过去。因为我告诉自己，吕晶晶，因为我不能倒下，我爷爷在看着我。那你恨他吗？黑黑的天空，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小时候我睡不着觉，爷爷经常给我唱这首歌，所以我也很矛盾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恨还是不恨。送给我的，给我戴上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有急事儿，我先过去了。
喂，吕老板吗？我是木星影业的牛百万啊，还记得吗？啊，牛老板，我有个电影，咱们聊聊。可以啊，您说您说，我明天去见您。就是我现在发给你的，赶快修改，一会儿我要去见那边的老板。宁静，我总觉得一品的有点高啊。不算高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总觉得有问题，会不会是个圈套？圈套？怎么会？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我爷爷呢？来就是你爷爷。你大爷。哥。哥，给留点汤呗。我来俩花生米就够。本钱，本钱，没钱什么都是。这他妈都多长时间了？这小娘们电话怎么还在通话中？你到底有多忙？大哥，那是把你拉黑了。你要不把我们电话扔了，有任何一个电话打，他都会信。拉倒吧。你们这电话都定位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装什么傻啊！喂，姐，哎，别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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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还是我，我们真不是骗子，我们真的是劫匪，现在这几个人就在这儿呢。我，喂。喂，我哎哎哎哎哎哥，咋的？哎哥，这娘们儿死活都不相信，咱把她给绑来，往这一放一看，不就相信了吗？这什么破地儿？这地儿是谈生意的吗？可是他给我发的定位就是这儿啊！这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吗？电话打不通，有人吗？牛总，大明星，牛总。歌挺好听，这情况不对呀，咱撤吧，我们走。好，你是谁？你到底想干嘛？这个女人我要了，走啊！走，走。真行，瞧瞧人家这孙女，一个亿的单子呀，真棒，是吧？哎，我说他是不是在这圈子里混久了，想钱想疯了？连我钱不少都觉得不靠谱的买卖，一股脑就钻进去了，还把咱们都搭上。这钱能不能赚着，咱先不说，就算咱挣着了，咱有那命花。拦我干什么呀？我说错了是吧？咱才刚变年轻，就这么着急带咱们走啊？有什么抱怨冲我来。不要怪静静，瞅瞅他那护犊子那样。你知道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理你吗？怪不着别人，都是你惯的。哎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你们都没有问题是吗？你忘了当你老婆是怎么死的了是吗？
要不是你嗜赌成性，你会没有老婆给你钱治病吗？老弟，过分了啊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除了会练你身上这点肌肉，你还会干点什么？老李，差不多得了，你也不用装什么好人。你儿子都不认你了，你还天天想着你脑子那些花花肠子，你好意思吗？成，成。还记得我跟你提起的爷爷吗？你刚刚拼命救我的时候，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。也许是因为我跟你爷爷一样都很爱你。这么长时间我没有真正去过一次医院看他，每次走到病房门口都没有勇气迈出最后一步。你真的去医院看过他？不说这些了。夏沫，你不是说想要跟我结婚吗？我想好了，我答应你。我们不能结婚。别跟我开玩笑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些日子你对我的好都不是真的吗？还有这个项链是你昨天才送给我的，结婚也是你先提出来的，为什么现在不能结婚了？为什么？可我们真的不能结婚。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你可能不会信，但我真的是……够了！我明白，别说啊，这关键时刻你想的是还是挺有主意啊。哥，我是早就能想到，但是我不敢说，我老怕你骂我。待会儿到了哈，你就先搁车上别下去。我先去，然后你注意看我眼睛。哎哥，我看不着你眼睛啊。不是你，你看不着你不会听动静了啊。对对，好好好好。哎哥，小份带着呢。这是什么？小姑娘长得还不错啊，你看。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哎。Thank you.
静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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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你敲什么敲啊？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有没有看到静静去哪儿啊？神经病！静静，静静。静静，你可算来救我们了！姐，我们躲了好几天了。哎哎哎，于老板，不是打电话不接吗？现在不用接了，咱们当面聊，验验货吧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姐。我们是被绑来的。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我爷爷呢？本来就是你爷爷。你不是说想要跟我结婚吗？我们不能结婚。你真的是 Sam？ 静静，你怎么了？我真的是 Sam 啊。那我问你，你会跟我结婚吗？只要我们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和你结婚。哎哎，李老板，聊啥呢？咱们谈谈生意啊。啊。把我的人放了。这没收着钱，现在就放人，不太合规矩吧？我的规矩是先放人后给钱，如果我的人有任何闪失。你一个子儿都拿不到。放放放放！姐，姐，多少钱？两百万，一个字不少。没问题，跟我拿钱去吧。哥，你哪来？哎哎哎，哥哥哥，嗯啊，哥，我就说咱那钱是不是也不用？哎哎哎，哥，钱啊，该还还是要还的。不过利息，哪一天？咱这儿是不是不合适？李老板，东西交出来吧。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，我刚刚已经跟他们说了，带他们去取钱。对，我说的是项链。啊？项链？什么项链啊？我也想问呢。什么项链啊？钥匙项链。送给我的钥匙项链，它不在我这儿，它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哎哎！咱们去个凉快点的地方，让他们好好想想。坐，是。哎，坐哪儿啊，姐？坐。不给钱不行吗？不是想去哪儿啊？什么？我们给钱了。啊！慢点。坐。哎。静静是你吗？吕晶晶在我手上，明早八点带着项链到郊外的仓库换人。
什么项链？你是谁？项链。玩轻混碰，不带花不带混，不开门不能吃。几个，上次是我的话言重了，我自罚一杯，算是给你们赔不是了。那酒精呢，不代表言情，虽然我从来都没有提过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除了景静，最后，老哥再啰嗦一句：与你们做兄弟，是我的荣幸。迷路了是吧？我说你不会抽那烟啊，就别装逼了嘛，对不对？咱们是重症四人组，说好了一起走，怎么能让你先留？干翻这群小崽子，让他们知道谁是爷爷！接着，走，走。准时啊！真的假的？好了，别琢磨了。俩的东西在这儿，赶紧把人放了。好，我先付个定金。走，过去。
是让你把所有人都放了。你们是都不想走了吗？拿假的来糊弄。玩我是吧？咱先把钱取了。停！停！张翰，停！你敢打我弟弟，我跟你哥打死他！去旅行呢？好，你不是总想听爷爷唱歌吗？一直没有机会，我现在唱给你听好不好？鸟儿飞，鸟儿飞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说说话，可是话到嘴边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出口。你在我眼里一直都是最漂亮的。可是现在，你的眼睛里都是我。那你恨他吗？小时候睡不着觉，爷爷经常给我唱这首歌。爷爷，嗯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是你，这是我。哇，画的真好。这个是太阳公公。嗯，好，真棒。知不知道？来，给你洗手去。
曾经我们纠缠了几个寒夜，如今你我走在各自的世界。我回忆着过往，对他说忘记承诺会好过。不要靠近我会难过，不再有结果，像流星坠纠缠了几个寒夜，如今你我走在各自的世界。我回忆着过往，对他说曾拥有的，是否记得？不要靠近我会难过，结果像流星坠落，不要再追了，很难过，我们曾拥有的就随风而过。请你靠近我，哪怕你会难过，也要有个结果，谁都不想再次错过。天已经黑了，月亮都沉默，流星又划过，只剩你和我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我很快就要成功了，我能够让人重返青春。我马上就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了。这病又重了，赶紧回去打针去。我是，哎，找我干什么？我是来拯救人类的，你们都得相信我。天降流水，天降雨，万里无云，万里天。
想去疯狂，我们还要向前刺破黑暗。 We are young， 我们有力量，快张开双手紧握住梦想，微风正吹过海洋，心中重担彷徨，这次为你